好，不然你重讲一次，阿哥。没有，就是想要自由的女子都应该跟你靠在一起啊，因为你像风一样女子啊，就作为这个风子吧。哪一个风？哪一个风？其实疯子的疯。这样讲好了，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活得很自由。对，这是一个观念的问题。你要超过五句话，不能超过五句话。我超过五句了，超过不能超过五句，不能超过五句啊！还没有听你讲，那就是一个像风一样的女子啊。对，好，谢谢。我一句话就 KO 了，一句话讲完。好，谁要来讲下一句？就是你会怎么跟别人介绍我，或者是说我？对，还有谁准备好？小猪，小猪。好，小猪，就是冲浪的爱好者，然后认真生活的态度，我觉得是很值得学习的。啊，我可以补充一句，要开手电筒才看得到。哎、欸，那个拍照的时候摆平衡，哎、欸，没有，我现在摆很多，现在疫情不能冲浪，剪出来送给他。对啊。你懂我，你懂我，我知道，所以我们一样吗？对，所以小猪，你说完了对不对？对，我说完了。耶、yeah, ，谢谢，好感动哦。安娜学人，我觉得你 follow monkey 他做的东西的话，你就会跟他一样年轻，看不出实际年龄。然后，这感觉就像是你有点年龄了这句话。不好说，没有人知道你的年龄吗？他们好像大家都知道吧？知道，我一定，我一定知道。我跟你说 ，Monkey 大我一轮，但是看不出来，闭嘴。哎、欸，是你最早叫我妖精的，对不对？是你叫我妖精，连你最后称你自己妖精。我没有，我叫我自己女神。没有，你叫你自己冻龄妖精。对啊，冻龄女神。她确实是冻龄妖精，她是没变。好了，你是妖精的领袖，可以了吧 ，Monkey？ 耶，她是。所以我要来开一个，对，好可怕，感觉不太健康。很健康啊，你看她有点邪教。哎、欸，信你者得永生，得冻龄。不要了，现在得什么都不好。真的，什么都不好、欸，危险、啊。然后跟认识他的话，就是很有口福哦。你去吃东西，每次都会吃到新的东西，就跟他这个人一样，他每次都是新的一个人。其实你这是讲好听点，就像 Amber 说的那个，就像阿高说，我其实是疯子。对，不然我觉得开手电筒才看得到，一直得罪客人这样。啊一个对一直得罪客人，然后还要开手电筒来看得到疯子，我知道，所以才会常常有新的东西。真，可是新的东西也会让你哭啊。是哦，新的东西不是也让你哭了吗？真是太真性情了。对，它会直升你的内心，直升冲进你的脑门，醒过来。不，你会晕掉。对。不会，我会好好照顾你们。走不出去，认识你都走不出去，真的，真的。反正现在疫情也不用出门了。对啊，所以我们很早就困在里面了。就是如此。对，所以这个待在家没什么，反正已经被他困住了。心里一直有我耶，好棒。好，讲完了吗？嗯 ，over。那换谁？中正。好，我可以说了。好，我觉得哈，就是等一下，你是不是写小抄？对啊，我写啊。酷哎、欸，哇！哦，还蛮恭维。我的抄的音呐，还蛮恭维，那个丑陋啦。不会不会。我觉得哈，一开始就是。我们就是在网络上认识，就是卖一个东西，然后认识。然后那时候那个 Monkey 是刚开始冲浪，然后我大概已经有冲一年多了。然后我们虽然东西没有买卖成，但是我发现，因为我个人很难聊，但是 Monkey 很好聊，他好聊。你哪会很难聊啊？我觉得你很好聊、欸。很难聊啊。我觉得 Monkey 是很好，很会听进去别人讲的话，然后他。
讲出来的话也不会说直接给一个很绝对的答案或者是批判，那他讲出来的话是会等于说是在分享自己，然后就会让听的人又容易听进去。但是 Monkey 同时又是一个 good listener， 就是我们对谈的我这几年来的感觉啦。然后一开始他都说他很动灵啊，然后我就有点嗤之以鼻。我知道，因为冻龄的女生通常都很白，没看过那么黑的冻龄。你好烦，因为我上次啊，因为我上次跟她下那个小鱼塘的时候啊，我就觉得干体力也太好了吧，妈的，她已经累了，她就滑一滑说 ：“Monkey， 我先上岸喽。”对，而且 Monkey 是比我还一开始比我还少冲浪，他比我还都市的人嘛。然后后来到台东之后，我们也有分享过 Monkey 在就卡到吃到肉粽啊，被肉粽吃掉啊之类的好几次，然后遍体鳞伤上岸啊，但是他都一直往前冲，我就觉得这个不管是在 physically 或 mentally 都已经是冻龄的啦。小伙子，然后再来就是声音的这个穿透力，上过瑜伽课都知道，在上瑜伽课的时候听他 instruction， 然后我自己在做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我不知道是怎么做出那种声音的，就是会觉得他进到心里去。我觉得超强的这样会不会讲太多？然后再来就是没关系，你讲完。Cooking 的部分哈，上次他教我手把手教我做一次咖喱饭，我从来不知道素食咖喱饭可以这么好吃的，是不是？然后真的不要再吃肉了。然后那些 step 我都忘记了，一点都没有用。真的没有，我真的没有说一定要每一步怎么样怎么样，就是很 free 的感觉。然后就这样。对啊，我是觉得做 yoga class 搞不好 cooking class 是另外一个另外一个可以 go 的方案。真的会啊。cooking class 好不好？趁现在疫情的时候。对啊，来开个线上烘焙。你说哪一个咖喱饭？我忘了，你上次吃的。是绿咖喱吧？我觉得。用姜黄粉，然后跟小猪跟小瓜一起做那个。是。它出来是黄色的还是绿色的？是黄的，是黄的，是黄的，有点辣的，有点辣吗？对，在本来的那个慢火东河的那个厨房里面做的那个。小猪小瓜，你们记得吗？记得什么？姜黄饭吧，是不是？姜黄饭，对，用咖喱粉跟姜黄。姜黄饭配的是咖喱酱啦。对，没错。对啦，那应该是绿咖喱吧？没有没有，绿咖喱是另外一种绿咖喱不难吃，但是中正好像还没有吃到绿咖喱。绿咖喱真的很厉害。绿咖喱是香菜，Sharon 不吃香菜吗？我吃啊。你只是不吃蒜。我不吃蒜，也不吃葱，因为我觉得它很臭。我老公也尝试了要做很多次，都被我拒绝了。那我蛮荣幸的，那时候我偷加你还是吃了。没有，你被我阻止了。我之前其实有。没有吧，只要蛋头很容易啊，没有中到我不可以接受我就可以，就是他吃不出那个酸味的话，所以你就不要看就好了，你就爱看。那谁叫你要偷偷摸摸？那这样子我可以再来写一篇，就是中正的那个回味咖喱饭，中正版回味咖喱饭。因为那次的咖喱真的太猛了。对对对，这样你就可以，我可以帮你文字化，那以后就可以照着做。可能文字化自己照着做也不一定做出来。然后。那小猪小瓜给你们拍影片，真的，那厨师，我们也是可能有点难的，给你拍影片，你要记得怎么做。那我们可能，但是太饿了，都没有拍。记得，但做出来味道就不知道了。反正拍影片也看不出来，对不对？没有看起来好吃就好了。中正懂的。
中正懂的啦，中那个味道就在中正心中。对。那小猪小怪，你们后来回去还有自己练习吗？煮饭？煮饭有啊，我们现在每天都在煮饭啊，每天都有自己煮吧？对啊，我每天都自己煮。对，但因为我们有一个室友啊，很会煮。所以就所以也是别人煮，大部分都还是他为主。哦，还是一个小帮手的部分。你又是小帮手，要毁了菜嘛，对不对？还毕竟要自己吃的。对对对对对对。好，然后所以中正讲完了，讲完了。好，那可以吗？可以。那 Scotty 呢？哎，剩我了哈。剩你还有瓜看瓜要不要讲？哦，好，我先讲好了。瓜没用，瓜没用啊！他在忙，他在打电动，对不对？没有，他在画画。他最近想要画贴图，他在练习画画。Cool， 画什么贴图啊？好想知道。LINE 贴图吧？没有看到，对啊 ，LINE 贴图。那到时候那个啊，传给我们，我们来买。真的，瓜有贴 啊？那个不是有一个？群组里面那个哈哈 哈的那个狗，那就他画的。等一下，真的、哦，好，我等一下来找，我等一下来找，或是贴在这里也可以，贴在这里给大家看。这里好像不能贴吧？我不知道。好，好来 ，Scotty， 麦克风交给你。嗯，就我从，因为猴子跟你认识很久了嘛，大概十几年有了，就我。从一开始就算出了，好了好了，十几天了，十几天了，就是好像我记得一开始我就问你说为什么要开咖啡馆，就说你没有办法忍受上班族的生活。然后我记得刚开始的时候，我很容易就是，其实我觉得大家应该有去过台北，应该有体验过，就是这很容易从下午两三点之后晚上八九点，然后这就自己一个人那样子，然后我还记得。每个一定都知道，然后就会，我觉得每个一定会问你说：“哎、欸，你的咖啡馆会不会倒啊？”一定会问你啊，因为就觉得怎么可以自己一个人做五六个小时这样，然后我就觉得，就是一个很追求自己内心的自由的人。不管是我还记得我一开始我先冲浪的嘛，然后我们不是每个礼拜六都跑去你店里跟你聊说：“哎、欸，你知道我今天下浪怎样怎样的？”然后你就一直问我很多有的没的细节这样，然后那个。我就觉得说啊，然后你当你开始冲浪以后，我觉得你也是那种追求自己内心自由的人。然后我觉得冲浪这件事情就是一个本身就是一个很追求自由的事情，因为你也不需要什么设备，你跟甚至其实平常没什么花费嘛。我记得我跟你聊过说，我觉得 surfer 我日常开销就是板蜡跟啤酒那样。如果喝酒的人、啊我连喝酒的那个那就是板蜡，那就是板蜡，就是开销品，就是板蜡跟板子，还有板子没有啦，板子你除非你破了，不然就是一直用嘛。但是板蜡是消耗品嘛，我现在就是一直被收躲啊，所以我现在我的六尺六啊，那个本来我装三坏了吗？然后我中舵就是那天冲独立就被收取了。靠背、欸，我还要买你的66哎、欸！我现在剩下两twin fin， 可是我后来发现66我冲 twin fin 超好玩的，因为很 loose。哦，因为它比较更好操控，就对。对，很好玩。哎、欸，好，保护66。然后呢？嗯，然后我记得去年去找你的时候，你在讲说你现在开始要玩 free diving 这样，然后我就一直觉得，对哦，你就是一个一如印象中的一样，就是任何可以追求自由的事情你都会想要试试这样。因为我这几年 这三年真的因为工作就真的很少冲了，然后就觉得哇你真的实在太棒了，然后天堂，对，我也觉得这样可以追求自由的生活真的很棒，就是可惜我现在没办法这样，然后就觉得哇你这样生活更好，更觉得你这样生活真的很好，就这样 over。谢谢大家。好，所以以上就是大家对我的那个，就是如果你要怎么跟别人介绍我，怎么跟别人介绍 Monkey， 或者怎么跟别人说 Monkey， 以上大家的看法。所以我很谢谢我的朋友们。好了，我们要来去小聊一下天。